端午节也是肉粽节，家己吃一间卖肉粽业者也身兼着新居民女性关怀协会的理事长，伊协助着新住民学肉粽，来了解着端午节的节庆文化。这顶新一边古今回新的地巧巧小肉粽，提起笔记相机记录肉粽达人巧巧肉粽总经理郭桂秀，教授台湾口味的土豆肉粽。米泡软，大概泡20分钟就好了。然后呢，馅料捞起来，底下有汤汁，对不对？汤汁最棒，对不对？我们就把那个米到里面去拌。今仔日来的大部分是大陆过来台湾的新住民，入境随俗了解台湾端午节庆的礼俗。当时嘛是新移民女性关怀协会理事长郭桂秀有非常丰富把肉粽的经验，伫家己市经营多间肉粽店，真受到欢迎。嘛常常伫寒冬送暖攻击当中，观察合作社族群，也都是这么关心社会，也关心新住民紧紧的融入家庭生活。这些新移民姐妹，她们不会包肉粽，那我就借着这个机会，一方面也请她们把她们家乡的肉粽拿出来分享，教她们包的呢是台湾的花生香菇肉粽。那这些新移民呢，因为我希望办这样的活动，让她们能够了解一下台湾的端午节是怎么样，都是包什么样的肉粽，让她们也能够学习这样的一个手艺，哎。然后呢，来参加学员真侪拢是第一届接受着白肉粽，感觉真新鲜、真有意思，也认真学。希望一旦学着这项技艺，做出好吃的肉粽，分享给厝内，紧紧的融入生活习惯。最新新闻，蔡明东，嘉义市采访报道。